行程真的超酷的，我第一次看到民宿也有这种设施，好冰哦 ，Oh my god， 超级冰，超级。现在大概只走到了膝盖的部分。我要你上来跟我拍一个限动。好啊，上去，上去，他上去了。好了，我会喂你。你为什么一直撞我？你连我的毛衣都吃了。刚刚我们 Google 手边滑一下，大家都说这个是全宜兰最赞的奶茶。嗨，我是 Evan， 他是久违的汤拉司机。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我们两个想要去宜兰泡温泉，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宜兰行程。这次我们会来三天两夜，期待这一次的旅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第一个景点。我们第一个来的地方就是在宜兰头城这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知名的咖啡厅了，满山望海。我们现在是后面这一排，前面那一排就是最漂亮、最热门的位置。啊，但至少有位置。我刚来其实也很怕没位置。我们先点餐，它这里低消每个人是300元。趁餐点来的空档，我现在先带大家看一下环境。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其实是满山望海的二楼，超漂亮，外面真的就是海。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户外的阳台。我们快速来阳台这里看一下，后面这里有一些椰子树，就会有一点海岛的风情。那应该是椰子树吧？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然后这边就是海，这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景第一排，非常的近。不过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所以其实看不到龟山岛，因为它这里也算是龟山岛第一排，就除了可以看海，同时还有龟山岛，所以它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景色而来。我们三点上来了，其实它上菜速度蛮快的。千层面，必是肉酱千层面，反正它就是一个套餐，然后附一个饮料，然后这样子一个 set 是420，还不错啊，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就有人说它虽然单价偏高，可是餐点就是不会到神奇的那种。菜品突然变很大。我们天气小公主的那个名号已经不响亮了。没有了，你喝看看这个茶，超级香。你要喝的是，我觉得它闻起来很香，但是喝起来味道就是比较清淡的那种。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准备来拍照。哇，太幸运了，有拍到这一区，攻守交换，换 Tara 去拍照。我觉得这里蛮好拍的，它这一面拍过去的话会是南洋风竹藤编织，而且它的上面其实会有一点透光，这样真的采光会很好。然后另外一面是海，不过要拍海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点背光，大家就自己斟酌。它这边也有包厢区，如果有人多的聚会需求也可以先预定。那一楼其实也有蛮多座位的，然后也都是以木质调为主，重点都是那一片落地窗，因为这样才看得到海景。那接着我的 GoPro 都湿掉了，我是不是雾雾的？那接着就要去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民宿了，雨越来越大，各位坐吧，我要上车咯。好，接下来这件比较特别，这件呢是我一个宜兰罗东在地朋友狂推，他看到我有来宜兰，就会说二一茶坊，他还说他们店就只推锅巴奶茶，算是一个很诚实的朋友，很可爱。干嘛摇成这样了？我跟你讲，他指定要就是波霸奶茶三分糖，我们就来喝喝看。我跟你讲不好喝，然后直接打电话去骂他。就，那你喝喝看。好。还是蛮好喝的，就是它是茶味比较浓的那种奶茶，而且它虽然是奶精奶茶，可是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喝到舌头跟上颚会厚厚格格的那种，然后有一层膜的那种。嗯。然后刚刚我们 Google 随便滑一下，大家都说这个是全宜兰最赞的奶茶，什么在地人才会喝的。而且我觉得也算蛮平价，我们点这个是小杯35，它的大杯45，就是50块以内。嗯。Yeah. 我们现在要来 check in， 我们今天住的地方是游山玩水，名字很可爱吧？耶、yeah, ！其实我们今天 check in 好了，因为我们先把该办的手续办一办，然后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大厅的环境。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小和室，很可爱的一个小和室，可以在这里俯瞰外面的那个戏水池。它除了戏水池以外，还有一个生态池，可以划小船，超酷的。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听他介绍，我觉得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自助吧的泡面啊、零食啊，跟冰箱的饮料都是免费取用的。天哪！天哪！快来去金泰啊！开箱房间喽！哇哦！哇！哇！哇！它里面就是一个洁
简约的风格。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要怎么出去啊？还是这个？行不行啊，小姐？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超秀。哦，我们的钓鱼外面就是招待室。没错，带你看它的洗手间跟浴室。它算是一个开放式的卫浴空间，可是有拉帘可以拉起。我看到这个，这个很特别，但是有一点老旧戏院的感觉。那干嘛？我去跳动也是买了这两个。这个是黑轮的。啊，我们戴这个要干嘛？装可爱。好的，我们决定要来吃后面这一间天丁博。我们要来点餐，反正他是最想吃瓜腿鸡，他马上就化了。你要吃什么？苦瓜排骨面好了。加餐。我觉得汤蛮好喝的，它有那个苦瓜的香味，可是又不会到苦。我那口味算是蛮清甜的，瓜仔肉鸡汤不错哦。耶，随便选一间没有踩雷。No， 好想好想。因为Tara刚刚给我这个小废物法哭，所以我就把它带着跟我一起做今天的结尾。其实我们今天好像也没特别干嘛。等一下我要去卸妆，因为我们要早一点睡，不然明天会起不来。大家晚安，明天见。两个现在在生态池里面划船，耶！哎，这行程真的超酷的，我第一次看到民宿有这种设施，很悠闲，因为到那边划船，而且他们用的是透明独木舟，对，总共有两艘小船，我们这一次来刚好就是人潮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时间久一点。但如果是一般情况的话，要记得 check in 的时候先到柜台登记，然后每一组使用的时间是30分钟。它真的让你游山玩水嘞，真的，我真的玩到水了。这个如果没有玩到这个水的话，前面还有泳池。对，我们等一下再去泳池看一下。出发，现在我载你。这个司机好像没像爱晒哦，那有可能啦。啊，不然去遐坐一下好吧？好啊好啊。它这个生态池的大小其实蛮大的。对啊，其实蛮宽敞，可以绕个一两圈没问题。我觉得绕个两圈手就断掉了。好像一次挺好呢。耶，我换好妆了，因为我刚刚看好像没有雨了，而且没有到超冷，我就决定去换衣服来试看看我有没有办法下水。我应该会一直抖抖抖吧。我真的要下去了。啊，好冰哦 ！Oh my god， 超级冰，超级。还是我走到这就好了，我要适应一下。等一下，现在大概只走到了膝盖的部分，因为肚子会超冷的。哦，屁股要先，哦，起鸡皮疙瘩了。我下来了，我超冰的，我超冷的，我真的是 ，Oh my god！ 赶快拍几张照，我要上去洗热水澡了。去换完衣服，他这边的早餐是有中式跟西式两种可以选。他把前面这个是中式九宫格，就是每一个里面有不一样的菜。然后我前面这个是西式的早午餐盘。我很想吃他的咸酥，他的咸酥看起来超好吃。吃吃吃，开动。蛋看起来超嫩。对呀、啊。早午餐盘上面还有一个鸡腿肉吧，咬到最后。有了，然后它饮料一样，就是它冰箱里面那些可以拿。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发现我订的时候，它官网上面并没有开放另外一馆的205可以订房，所以我们昨天住的其实是游山205。我今天早上问管家，他们是说另外一馆主要是包栋的为主。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这两间虽然都是205，但因为我们这间窗外景色下面就是刚好就是有我们这餐厅上面的屋顶，所以就我们拍照会一直拍到屋顶，就景色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订房的时候要确认清楚。但昨天
睡下来，我觉得床蛮大，然后它是偏硬的那一种，热水也很大，很热，而且很快就热了。对，那我们把这里试一试，它是11点退房，等一下上去收行李，我们就离开友善玩水喽。哇，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好扯的地方，老地方，老地方，就是彰美阿嬷农场。其实我们已经来很多次了，我自己这次来应该已经第四次，然后我是第三次。啊，我为什么要来呢？是因为Tara还没有来这里看过小小鸭。相机带哦，不行哦，他很想吃的。哎，你在蹭我吗？他的毛好蓬哦。你从上面看他的牙齿超好笑的。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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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哇，你好想吃哦。嗨，好可爱哦。你好 Q 哦。哎哎哎哎，哦，你们好可爱哦。哦哦，我现在在动物里耶。哦。哎，我直接被羊驼撞到哎。Abby， 他才3个月。等一下，你太近了，我没办法拍。这是 Abby 的妈妈，叫小爱。小爱，你真的认得出来，好强哦。不过老实说，他如果乱讲，我也不知道。对，我上次也是被他撞。他现在好像比你高哎。哎，对。对啊，你要垫脚。到我这里。好好好，等一下，你的手一直举高，脖子也一直伸长。我压力很大哎，你太高了，你长比我高了。刚刚工作人员说牧草要举高，然后喂的时候可以折小一点，可以拉长我们喂食的时间。你帮他喷什么？防蚊液哦，你怕蚊子哦，跟我一样。哎，可以帮我喷一点吗？好了，我会喂你。你为什么一直撞我？你连我的毛衣都吃了。哎哎，你又来，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都没吃饱哦。好啦好啦，走了。好可爱哦 ，Abby Abby Abby。Abby 真的好可爱哦，他真的是 Abby 耶，他有理你。对啊，他眼睛比较明显呢。哎，真的，我终于看到你们的眼睛了，好可爱。他突然被抢东西，他每次都来抢，这是中手叫我们上场，他就这样子抢抢抢，到现在还在抢。给大家看一下玉米须，看那个毛，很 Q 吧？他又被追了。他们两个每一次都会跟着他跑。对啊，他好可爱啊！他一直拨他，小王子一直拨他。工作人员说他是在撒娇。他把小姐，你已经整个退到你的小冰箱。我已经没有办法退了。这只是新来的羊驼，它叫巧克力。嗨，巧克力你好，我们第一次见呢。小小羊又叫瓦莱黑鼻羊，他们的家在瑞士哦。然后他们这边有分两区，我们刚刚那区最主要就是笑笑羊啊、羊驼、梅花鹿。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区，这里有水豚，我们现在去找水豚。天哪，迷你的，好小只的水豚啊！小水豚在那边可以看到。啊，哎，它站起来了，老恐了！我刚刚心突然融化了，真的好甜啊！哇，好好笑啊，直接被发现。好了好了，他太喜欢你了，还好工作人员来救你了，他直接把脚放在你的身上，大小都会，全员的人都在看你，好可怜，你看他的脚是这样子，好萌哦，可以摸他的脚吗？可以耶，好可爱哦，好来，我们来帮他们拍照。在你身上哎，他把他自己当成狗还是猫哎，居然坐在你身上。这区就好像每个小朋友都很适合，就会摸摸他们，因为他们都很乖巧。这区的动物都比较小啦，水豚因为也有一些小袋鼠，他们都是体型比较小的动物，对，比较不会吓到小朋友。大只好憨厚，超级可爱。Hello， 嗨！现在直接不拍黑板拍啊！你们两个在抢，好可爱。他们一起吃哎。小袋鼠，袋鼠也吃这个吗？大宝可以吃。哦，大宝大宝，我们松块有那么小吃的吗？没有，没有哎。真的，这里我可以来40次，4次又怎样？啊！它炸毛了，它炸毛了。真的，它炸毛了。
服跟猫一样。太可爱了！这翻肚这个到底是水豚还是猫啊？这样子很好笑的是，它一翻肚我就认不出来它是水豚了。好，翻肚也跟猫一样啊。他们就觉得舒服。你们一直在讨摸摸，真的，一群讨摸的三枪撒娇，他用手拿着，真的超级可爱。你不要那么可爱哦，你真的这样子犯规，还有两只手。哎，袋鼠毛超好摸，真的假的？哦，真的哎，很蓬松，每一种的毛摸起来都不一样。对，你让他觉得很困扰，我到底要吃还是睡？哎，真的。所以你选择了睡吗？他嘴巴没在动，他真的他停嘞，他又来了。小只的真的很可爱，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小只的。哇，你上来跟我拍一个限动。好啊，上去，上去，他上去了，整个像他养的一样。跟大家说，我们刚刚真的是舍不得离开，真的。而且刚刚黑文又说，真的是没有遇过来过四次还这么融化的。门票现在是全票200，还有包含点心五选一。我们今天的是葱油饼跟甜甜圈。接着我们来到乌龟岛，乌龟圈。我又被打了。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哈，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是玻璃屋，然后还有它外面有一个小水池，可以坐在这个位置拍照。它这里就是一间伴手礼咖啡厅店，你可以进来喝咖啡，或是单纯买伴手礼也都行。但我觉得很棒的是，它这里的地下是一杯饮品或一份点心。来看看要点什么 ，Tara 一定要点那个肉桂卷的吧？没错。他现在很兴奋，因为他要吃他的肉桂卷。那就是有淋黑糖酱跟起司乳酪，然后有加上一点柠檬皮，算好吃的吗？它也不会烦，那种有肉桂味应该算偏重，比较新香料的那种肉桂味道，比较不是那种黑糖肉桂，甜甜的肉桂味。而且里面有喝果，就我很喜欢的那种哎。他喜欢喝果，我不喜欢，我觉得它真的很不合。我们现在走来外面拍照，因为这个水池实在是必拍。它好像夏天的时候，如果小朋友想要踩水是可以的。这里拍起来其实很可爱啊，蛮好拍的啦，而且都没有人好赞哦。对啊，没有人最喜欢，就喜欢这种惬意的感觉。没错。干嘛？干嘛？他又在拍。我们现在回到室内来看一下他们的伴手礼好了。这个龟山饼好像就是最多人推荐的，这是龟山岛的造型。我刚刚看到还有礼盒组的还不错哎，旁边都还有一些千层酥啊、凤梨酥等等。我们现在离开乌龟岛去今天晚上的民宿，因为我们这次来宜兰三天很长，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分成两集。耶！嘿，所以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大家记得下礼拜要看下集哦。看完记得订阅、分享，要开启小铃铛，还要追踪我的 IG， 也要追踪他的 IG。那我们下次见，下次见，拜拜。